说牛车的主人在这里。牛车的主人。我以前做公益都是直接就是钱捐出去。对。后来我发现其实钱那个捐了也不知道捐到哪里。中秋节快乐哦！哎，对，来，戴着口罩。有没有很久没吃到烤肉了？哦，没有，好几年了。好几年了。对啊。中秋节快乐！Hello， 我是洪欸，这一次我们超开心的来一个大型的企划。对、啊，这个企划是什么？最美房东，冯甲最美房东。你最美房东啦、啊？不是啊，我们这次啊，趁着这一次的中秋节、然后我们做一个公益的烧烤来发送给我们街友的部分。爱心一牛车。对，爱心一牛车邀请我们就是喜欢做公益的一些朋友来跟我们一起参与。对啊，而且刚刚我们听到那个车声都不太一样，对，然后他们还愿意今天一起跟街友做公益，我觉得好难得哦。对，超难得，真的。所以这一次呢，我们就趁一次这一次的中秋节，然后把整个爱心发放出去。对，那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今天的一些好朋友。大哥，你要不要介绍一下？我是好人，因为我是好人，我想做公益啊。单纯想帮助啊，帮助街友这样子。那 David 哥，你今天怎么会在这里？我想说，在这疫情的情况底下，一定有很多弱势团体需要大家一起来协助他们度过这一次的疫情啊，也希望很快的这个疫情就可以结束掉。对，谢谢。再来就是身后这一位是嘉哥。因为这种事情，我觉得是那既然大家共襄盛举的话，那我们是一定要参加。而且呢，我们只是尽绵薄之力，希望能够带起社会大众的一起来响应，真的很多人需要帮助的，谢谢大家。再来就是我们的嫂嫂。嗨，做公益不落人后。原来是这样，大家都好有爱心哦。对啊。你干嘛来啊？我也是冲着这个爱心来的。哦，我是冲着一头牛来的。对，然后我们不是啦。今天我们还有一个助理主持啦，中医博士明前。明前，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人生小王子。我们这一次啊，就请明前啊来一起投身，跟我们一起来做公益。然后再来的话，现场我们请他帮我们稍微录一下这个画面。好啊，好啊。他当 beacon 的部分，对。耶。我们一起去找街友，对，把爱心发射出去。好好好。哎呀，那出发。Go。哎，要跳吗？好，来跳一下。跳一下。1、2、3。耶。里面今天带了很不一样的东西要来发给街友，里面听说有柚子，还有口罩，你可以帮我们搬下车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哈、啊。你们怎么会这么热心做公益啊？我是好人。你是好人？没有，回馈社会是应该的。哇，所以我们今天的话是特别准备了几箱的柚子嘛，对，还有就是口罩的部分，对。那待会晚一点，我们还会发放一些餐券给街友他们嘛，吼，然后让他来我们摊位去做领取这样子。好 ，OK。真的是爱心一牛车哎、欸，真的哈、啊，一牛车哎、欸，好夸张、喔。好，那我们就陆续把东西搬下来。好啊好 ，OK OK。吃柚子，中秋节快乐！中秋节快乐 ！Hello， 大哥，中秋节快乐！这个口罩给你，加油啊！我们要这个餐券啊，再去等一下，今天激光街的时候可以来拿烧烤，哈，一起来。等一下，记得五点来激光街拿烤肉。谢谢哦，中秋节快乐哦！哎，这是口罩，嗨，进来尿哦，进尿哈，离济光街137号烧烤，好，边古也该来贴，哎，你好，来，中秋节快乐哦，哎，来，戴着口罩，哎，这这。等下来济光街吃烧烤，提这罐，嘿，137号，哎。对啊，你好，你好，中秋节快乐。我们有油啊。中秋节快乐。来，叫我。济光街137号。你
油啊咸，啊有免费的烧烤啦，哎、欸。对啊，中秋节快乐！哎，中秋节快乐！来来来，中秋节快乐！中秋节快乐！哎，中秋节快乐哦！来，哎，那六点激光街130。来，中秋节快乐！哎，分分口罩加烧烤，也可以加只烧烤，加有餐券。六点，哎，餐券的。加六点来取餐券来加烧烤，137号，你有 K 点吗？来餐券137号，要吃免钱的烧烤，免钱的烧烤，各位大哥大姐可以来这边拿券呢、哦。我们今天下午6点有做公益烧烤哦。嘉哥，刚刚发到现在有什么感想吗？吃比瘦更有福，更快乐。真的，所以其实投身做公益也是一件很棒的事情，也邀请社会更多有力人士，对，真的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。是，我们希望说有更多人跟我们一起共襄盛举。后面还有一位，大家刚刚看他默默在发餐券 ，David 哥，请问一下，你到现在还有什么感想吗？就是社会上很多弱势的人需要我们帮助，没错，在社会的最底层。好，那我们有幸有这个能力去帮助人，我相信我们都是会很快乐的，心里面在这过程当中一定都是会是很愉悦的，所以我们继续加油，加油！大哥，你到现在真的还是只有老话一句吗？我是好人啊，我知道，本来就是想说默默的做公益啊，穿着拖鞋出门，我就不太有。你的拖鞋不太一样哎、欸，我们这个会剪成一集。然后放在网络上，对啊，让大家都知道你投身做公益。哎，为什么他们感觉都很干净？我觉得不像有就是街友啊。因为有一些啊，我听他们讲哦，他们会固定会在这个台湾里面的洗手台，然后那边做梳洗这样子。哦、啊，是哦，难怪我觉得他们好干净，而且没有什么臭味。我以为就是跟我想象中的不太一样哈、哦。有一些真的是热爱自由、啊，有一些真的是做生意经商失败，然后才来这边当街友。他、事实上不会像我们早期在认定说，他们好像就是不工作啊，对对对，然后就是在街头。有一些真的是有逼不得已的苦衷的，有一些真的是。就是家人啊离异的、然后或者是无法道尽的一些，对对对，才会导致吼他们的在街头生活的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哦。其实街友跟我们认为的乞丐啊，对，还是就是一些比较传统的那种认知会，我觉得会不一样。哦，对啊，他们没有想象中的那么不好，可能就是遭逢了人生的低谷，他需要有人伸手拉他一把。或者是协助他改造一下这样。而且我觉得今天很不一样的是，其实我以为会很多很多游民，可是比我想象中好好多、没错，我觉得你真的是替社会找到温暖真的、这个频道好感人哦。所以你有没有订阅？有没有订阅啊？我已经是忠实粉丝哦，真的哦，每一集都有留言哦。哎呀，你好，中秋节快乐！我有那个餐券，烧烤的餐券。我们今天晚上6点在激光街137号会办一个烤肉，大家可以免费来拿。上6点的时候，激光街137号可以来吃烤肉。啊，拿这张来换，不用钱的啊，记得来哦，哈。晚上6点，激光街137号，可以，可以来拿烤肉，不用钱的。下一个地方你要带我去哪里？我们在台中公园这边的部分已经发的差不多了。哦，对，那我们待会就是台中火车站这样。哦，好好好，那我们一起出发吧，1、2、3。今天呢，我们不但邀请到很多的朋友来帮忙之外呢，而且那个越南店的老板娘呢，今天也特地开放她的场地，让大家今天可以一起在那边帮助街友拥有一个很好很好的夜晚。因为街友听说他们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吃过中秋月饼了，今天我们要帮他回味中秋月饼的感觉。就是我蛮感谢这个活动的，因为一般我们都对于街友他的生活其实没有很了解啊，对啊，然后感谢红诶有这个想法，然后邀我们做一些公益啊。对啊，而且我们竟然坐在蓝宝坚尼里面诶。对，我们今天的活动主题叫什么？爱心及无枪。无枪诶，主人在这里。无枪诶，主人。那
八哥，你这样子会不会累啊？今天整天了耶。我以前做公益都是直接就是钱捐出去，对。后来我发现其实钱那个捐了也不知道捐到哪里，然后我觉得真的发送那个物资的还比较有那种心里面比较踏实，才真的觉得好像自己有做到公益，不然捐那个钱好像就觉得你就只是有钱把钱丢出去了。烤肉哎，烤肉哎，再来听啊。光街你好，晚上六点一起来吃烤肉，在济光街137号，不用钱的，大家一起来吃啊，有免费的，中秋节快乐，中秋节快乐，中秋节快乐，啊，济光街137号六点，哦，啊，两只口罩给你，哦，嗯，谢谢，会当来退，免钱的，中秋节快乐，好，谢谢。免费烧烤会使摕，免钱的，嘿对，吼，哦，爱来摕。对啊，你好。红路，哎，红路，那这无烧烤的，让来摕。好漂亮哦。哎，白啊，你好。哎，等下，阮遐有迄个免费烧烤会使来摕。那我们刚才发的券啊，还有一些还没发完呢，啊，可能游民他们没有那么集中。真的真的。那我们就先我已经走了一个下午了。对啊，现在已经快晚上六点。快六点了哈，啊，那也接近他们要发烧烤的时间。对。那我们就先回去看一下他们食材准备的怎么样。对啊。哎呀，欸，我好像比较认真哎，你看头大汗。真的哈，哦。你看起来没有认真。我都是汗都出油了，好不好？哎，啊，呀，啊，还会累吗？不累啊。本来穿布鞋，现在都把脚磨破变拖鞋。我们等一下要去发烤肉喽，今天会一路到晚上，可以哈。那我们要回去烤肉摊喽，一二三。感谢你今天提供我们场地啊。哦，不客气啦，我要听你们。对呀，然后也非常谢谢你今天特别提供场地，真的很有爱心呢。对，那是我应该做的，所以跟你们一起这样子做公益，我也是很热心的，很热心的哦。对呀，阿红是我的贵人，对呀，我觉得互相，你看你这么有爱心，非常难得。阿红那天来说，他们要想做公益，然后想做。跟我接那个场地，我就很乐意啊，都二话不说我就同意了。对，那个是我可以做得到的，那我一定去做。那还没有做到的，我会努力去做。这样对，哇，我起鸡皮疙瘩了。谢谢老板娘，谢谢老板娘，谢谢。耶，有空有空一定要来这里哦。中秋节快乐，中秋节快乐。现在排队哈，我们现在还在等，因为是现烤的，我们要给街友朋友烤吃最新鲜的，所以没有办法，就是要等。那访问一下老板娘好了，来，老板娘，我把它装一袋一袋，咱的店开在哪位？因为今年又不能烤肉，一百行，对啊，吹的对啊，超专业的烤肉外汇啊。平常他们都在那边摆摊，大家有空一定要去那边捧个场啊。后边排队，稍等起来哦。那后边排队，还有说他们很久没有吃到烤肉了，今天非常谢谢大家。真的哈，哦，对呀，啊，我们想说，没吃到了，真的哈，哦，烤肉算是恁的奢侈的食物的店啊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哎呀，你稍等一下，很烫的，很烫的，爱烫裤，爱烫蛋子，加油，不能不吃。哈哈哈。中秋节快乐。都有拿到烤肉券吗？都可以丢哈，有哈，稍等一下，因为我们现烤的一份有六，对啊，比较久一点点，没有很久没吃到烤肉了。哦，好几年了，好几年了。对啊，今天想说让大家一起来这边吃一下烤肉。嗨，中秋节快乐！有烤肉券哈，就蛋姐。
有那有哈，中秋节快乐！从很远走过来吗？旁边哦。哦，好好好，那要等一下，因为今天都是现烤的，会比较久一点。中乐透就对了。没有啦，我也希望中乐透。中乐透就太好了。欢迎中乐透啊！哦，没有了，没有啦。我们也好想中乐透。中乐透就有人就摆那个。刚刚有人说我们是不是中乐透，今天才来发烤肉。我超希望我中乐透，我绝对包整条。好啦，我承认啦，好不好？你承认怎样？上一期我中600。那天刮刮卡买两，中600块，六百块，六百块。他还在怀疑我们是不是中乐透的。谢谢红哎、欸，不会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各位善心大德的帮助。对啊，我觉得最辛苦的是今天跟我们一起走整圈发那些物资的人，对啊。然后黄医师他下午也过来了嘛。对啊。请问一下黄医师，你今天带月饼来，你真正的心里的感受是什么？觉得，因为其实月饼这东西，因为我们自己开，不管说开诊所，或是你平常你人缘好的话，你会收到非常多，甚至说不定很多人他根本就已经一阵子没有吃到月饼了。这份的心意，你把它散播出去的话，可以造福更多人。对啊，因为我们上次在采访他们的时候，他们就发现说，他们有提出说他们好想吃月饼，他们有提到说他们好久没有吃月饼了。其实中秋团圆这个，对我们来讲是很平常的事情，但对他们来讲，有时候他们可能就是没有家人才会只身在外流浪，哎呀，所以对他们来讲，有可能会有一点带一点酸酸的洋葱的感觉，哦，哎呀，感觉是不一样的，哎呀，对，你看我都好快哭了，真的啊，对，试一下，试一下，对，这一次啊，我觉得这一次的就是公益的活动非常有意义啊，而且我觉得办得非常的圆满，然后看到他们来，然后开心的那个表情，虽然说现烤的真的要等很久，可是每一个人愿意站在这里，然后等那一份温暖，我觉得烤的是一份爱，然后跟一份关心跟关怀。那也期望未来更多的人有钱的出钱，有力的出力，不是在于你今天可以捐多少的款项，而是在于你可以在实际上做出多少的付出。对，所以我们有更多的人一起来参与我们这一项活动，未来也希望爱心可以越做越大。对啊，没错，对，好的，那我们这一期的视频就差不多这样子咯。好，谢谢。下一期我们再邀请更多的朋友来参加我们其他的公益的项目咯。好的，好，就这样咯，拜拜，拜拜。